黄子佼遭指控强吻少女拍不雅照，他在刚刚发出了三段影片道歉。就知道我是谁了啦，我就不露脸了，太丢脸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切。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道歉，也很抱歉辜负了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。在这一次的这一波的事件里面，我也是坐立难安哈，心里很过不去。